到最新消息，中油公司宣布要来调涨天然气的价格，涨幅大约是每度0.2元，家庭用户每个月的平均大约会增加6到9元的支出，而桶装瓦斯的价格每公斤会来调降0.75到1块钱，换算下来呢，每桶可以便宜5到20元，而下个礼拜的油价每公升会来调降0.1元，92无铅汽油到时候每公升是33.9元，95无铅每公升升35.4，985铅37.4元，油价的资讯提供给您参考。